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份标的，上海腾越协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和腾越商标所有权，起拍价为。 500万，还请在座的各位不妨仔细的斟酌一下。上海腾越鞋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，风行于抗日时期的国货运动中，也曾经是我国80-90年代的潮流品牌，一度引领过一场运动鞋款式的革命，在国人心目中。 是有一定的认知度。既然没有人对此标的感兴趣的话，那我就抱歉地宣布，走吧。 老师啊，要等你爸是吧？不会回来了，以后没人喂你了。哎呀，说说看，你这。 这个臭脾气以后谁敢养你啊？啊！就看接盘侠要不要你了，看你的狗命好不好了。啊！厂长，他为什么让我们走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。就是，这厂子跟这块地皮啊，已经卖给那个新老板了。 不是，哎，我们的关系现在还挂在腾越呢，就算要搬走的话，你也得负责解决我们住的地方呀。对呀，没有地方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这个小厂长，我负什么责啊？再说，我又不是股东，对吧？你们要找那个新老板去谈，好吧？别找我，别找我。厂长，你不能这么说呀！我在腾越期间可能干了2年了。 我每次都是超老板成生产的，你不能随便开除我呀！没人要开除你啊！你找新老板谈，不要找我谈。找什么新老板？谁呀？你说吧，找你人。你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到底管我啊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你别着急，怎么回事？去看看，走。你给我进来啊！你是不是厂长？我找你找谁？ 找你呀！等一下，大家谁也不用走，我把腾越买回来了，以后腾越还是我们的腾越，我不会开除你们任何一个人。你们还有工作吗？